家常炖鲤鱼。Thank you.
老板鱼也叫魔鬼鱼，它这个满身全是脆骨，魔鬼鱼，家人们，我用的这个是人人会的这个底料做的哈，家人们，烧火锅啊，烧麻辣香锅啥都可以的哈，包个围。哎妈，太小了。
是他的腮。你们拿回家这个任人会的这个底料哈，你们烧那个辣的菜，比如说麻辣香菇啊、毛血旺啊，或者是啥。